嗨，各位，有看到画面吗？嗨嗨嗨嗨嗨嗨嗨，觉得声音跟画面还 OK 的话，可以在聊天室留个言。好，应该是可以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有听到我的声音吧，对不对？好，有吗？有吗？有吗？有，好。那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先要来开直播讲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今天真的只是单纯来玩游戏的，嘿，我们今天只打关卡，不评任何事情。那我觉得，关于前阵子的风波，大家应该都有耳闻，或者是也看到了。等下，画面是歪的，也看到了我的处理方式。那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我怎么处理，或者是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我的 FB 上面找，或者是 YouTube。其实昨天的直播影片其实就有跟大家说明了，对。所以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后续的处理方式，就可以去搜寻一下，自己动动小小的手手去搜寻一下。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觉得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就好了。我不希望就是双方再吵来吵去。对，大家如果说是我真正的粉丝，我也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再去找其他人起争议。那如果他们想要起争议，就是他们的错。对，那就不要理他就好了。那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嘛。那大家也有发现到我最近为大家做做是什么？为大家做的小改变。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之后的我自己的一些影片中看到我想要再给大家更多的东西，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为止到这边就好了。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呢，当然还是来游戏上面嘛。那关于私事我就不太去评论了，对，那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再为这件事情上面多费力气啦，因为我觉得再吵下去也没有意义。对，那我仍然会去注意那些我喜欢的人，就是这一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又来给我们打气加油，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对，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对，这就是我初衷，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做的事情。好，那讲到这边就好了，就停了，我不想要再多做什么介绍什么的。我们今天还是要来打关卡，打我们之前没有过的东西。对，我们之前一直用亚瑟，但是他就是过不了。今天可以吗？我试试看好了。哎，不不，太油了，这个东西。对，上次我们是用这一对，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好，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好，那要跟大家提醒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今天为了要维持聊天的秩序呢，就是有些比较起争议的留言的话，我们会视情况去禁言它，或者是把它给 ban 掉。对，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自身的发言。那如果说真的有那样子的留言存在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理它就好了，好不好？如果说有人想要问说，对啊，这个镜头是不是有点怪？好，就这样。如果有人问说，哎，今天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或者是怎么处理？有人还要吵这件事情的话，你就跟他们讲说，大家可以跟大家讲说，你们可以去看 FB 上面，其实都有说明完整了。对，所以不要在实况上面吵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不想要，就是大家不是来看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玩游戏。对，如果大家留言会比较，希望大家留言是在游戏上面比较多，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很棒，那就这样子。OK，那有人想起争议，我们就不要跟他起争议，让他尴尬。对，这是小妹说过的话，不要理他，让他尴尬。对啊，我们要遵循小妹的意见，毕竟我就是最挺小妹的一个人。对，小妹跟我好朋友。好，接下来我们亚瑟就来打轮回啦。那我带龙科是这个龙科，哎，我换一个龙科好了，我要带那个回血比较容易的龙科。哎，感谢新的赞助者罗杰恩，谢谢你，谢谢你。好，那我们带一个龙科吧。你是一个团队在做影片吗？不是欸，其实大家大部分看到的影片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做的。那我其实是有一个团队去帮我做其他事情的，因为我想要我自己啦，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专心在做影片的人，所以我有去请员工来帮我去处理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
抽奖的事情啦，或者是在更多一些新的系列的影片，我会请别人去帮我做。那大家目前所看到的神魔大部分的影片封面，封面跟封面的字体，以及现在直播上面的所有的美术上面的排版什么的，通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做，然后影片的剪辑也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大部分大家看到的有关于神魔的影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独立制作的。对，那其实也要感谢我团队的另外几位朋友能够帮我 hold 住其他方面的事情。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当你就是想要做事情越大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去多请一些人，不然真的会累垮自己哦。好吧，我带这个龙科好了，这个龙科感觉不错。推荐的讨伐战队伍吗？我觉得光队都可以打，像道罗斯当队长其实就很够了。我觉得因为这一次啦，这一次光队都很容易打讨伐战，对，所以所有的光队都可以去做挑战，那我觉得都好，很好。好，亚瑟就比较不适合啦，因为亚瑟就是要拼速度嘛，亚瑟我们就是一个耐心的队伍，慢慢的打过去的那种感觉。好，我们接下来打轮回，我们用的龙科是这个可以帮你转出新珠的龙科，那我们用的是这一队，主要是想是这一队是黄忠，是这是三国二的小将，但我觉得他有大将的实力，因为他当队员其实很棒，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他放进亚瑟队里面到底可不可以过轮回呢，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不用称作我为老板啦，因为我其实是成立一个工作室没错，但我觉得我请的员工呢跟我就是比较像是伙伴关系，就大家都是共同来一起经营我这个频道，所以我不觉得谁是老板，大家都是经营者，大家都是为了这个频道在努力的人。哎，干嘛，像这个家伙也是，他就是努力吃掉我们为他提供的粮食，对不对？你是不是是不是想吃东西啊？好，哎，第一关稍微的洗一下技能。再过82天要会考了，哇，加油加油！那我觉得你们要会考的朋友应该可以先去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一下，好不好？那到时候考得好再回来一起玩个游戏嘛，对不对？全道罗斯没有合体二风王可以吗？我觉得要有合体会比较强度比较厉害耶，没有合体的话，我觉得真的强度会输一节一大节，有玩过的应该都会知道，所以道罗斯我觉得还是要那个日月狼合体会比较好啦。好，目前凤梨在海上扫除了之后，在木队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兽队还是必要的，也是啦。所以含羞草还是比较好的嘛。好，我等一下直播结束，我去改一下那部影片好了。我在下面留言注解一下好了。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刷啦。但是兽队的确是比较需要它，没错。凤梨可以放木犀吗？哇，你可以去看我的第二频道的影片，有说可以放木犀啊。为什么要带本多？因为它可以在一些某些地方免死，就是它会试你一个免死的金牌。刚才那很夸张哎，他刚刚天降那个新珠给我哎、欸。距离放假还有24小时，够乐观吧？放假还有24小时，所以你是明天放假吗 ？OK OK， 你们有看到猫咪吗？一定是你们眼睛夜障中，没有吧？现在我的那个下面有一只猫咪，哎，我来排一个珠子好了。好，
我们来削下上面的格数，下面那个我们就先摆着。怎么有骷髅头？怎么办？我要削多一点吗？哎，感谢雨刷的三十块抖内，最近辛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觉得我直接带走它好了，不管了。等一下我再记一下版面应该就可以了啦，那个应该是可以记得住吧。OK， 我好像忘记了，完蛋了。他给我这么多，我刚刚要崩溃了。这个连击，这样吗？我只削得到这样哎、欸，怎么办？接下来要死掉了。太爆传掉，太扯了吧？等等，这真的很扯哎、欸。怎么办？我要依靠我的那个转出提示了。救我，亚瑟！我觉得有人其实从一开始那个有一个人有一些粉丝建议我那个可以把那个有一个位置换成照相机，你刚才就不会那么尴尬了，对不对？而且还可以解无鼠强化盾欸，我要换照相机，这应该是我们没有换照相机的缘故吧，是不是？照相机，照相机，人在哪？照相机，照相机，怎么办？要结账哦！要结账哦！转出提示在骗人吗？对，欸，我刚转出提示只转了一 combo 哎、欸，转出提示你到底想干嘛？转出提示在骗人哎、欸，你可以这么正大光明的骗人吗？转出提示不要这样好不好？可以吗？我的照相机呢？照相机到底在哪？等下，我要认真的看照相机在哪。照相机，哎，照相机，照相机不见了。照相机它到底在哪里？我应该有照相机才对啊。老了，大小乔旁边，大小乔，等一下，我真的，我每次都找不到哎、欸，而且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没有用它了啊，找到了，有一段期间没有用它了，所以要忘记它长怎样。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再来一次，我终于找到我的眼睛了，不是，我是说我终于找到照相机了，好，来吧。接下来用亚瑟来打轮回，然后我们带龙科是这一颗，对，可以帮你转新珠。我们在异卜顿那边会比较好通关。我都不开提示的，可是那个情况你不开提示你也是死掉啊，这其实有点尴尬，真的我也觉得有点尴尬。多多天使 ，Hello， 刚下班，辛苦了，辛苦了。转珠提示只保证最少有一康，哎，真的哎，他给你那个最低保证哎，也算是。好啦，不能怪他啦，他就是转珠提示原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哦，我们应该要认清楚那个现实是这样。转珠提示先关掉啊，不然整个扰乱视线哦。看到标题有点担心红场还好吗？还好还好，我只是觉得希望希望争议就到这边了啦，好不好？接下来就是目标，就是尽量做好的东西给大家，这样就好了。还有60几要统测啊，加油，各位考生们，真的加油！好，水珠不能消，那我不消，不手消水珠。嘿，好，没事。等等，我真的是手残哎、欸。我没有开玩笑，我没有做效果，真的
我看原本一直想斜转，哎，转不过去呢，真的会卡住啊！好惨哦！等等，水珠是邪恶的珠子，我们现在把它隔离一下，它需要冷静一下。水珠，电脑配什么配件？怎么玩起来这么顺啊？我觉得我电脑已经迈入老年期了耶，就它逐渐在凋零，你们知道吗？可是它还，它更新了，可是它还是很努力的在工作，所以我很谢谢这个电脑。各位怎么晚上还这么多人啊？我原本预计这个时候开就是。少少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个天这样子，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你们不是开学了吗？你们不是开学了吗？还是我有什么误会？你们还没开学吗？大学是开学了吗？大学还是大家其实真的还没有开学？好，开只狗。对，我真的有组一个新电脑，但是我一直。懒得去移那个资料，感谢宏伟的30块抖内。无论如何，宏哥真的很棒，加油！今天要跟到结束啊！不要，我今天想通关。这对我们打了好久好久，但一直没有办法。我希望今天可以了。以为12点开才是要直接开车，没有没有要开车哦。很烫啊！大学今天开学，可是我没课哦。没课的大学生最懒惰了哦。没有我们。我要赞大学生是不是？这边呢，我们开一个仓好了。仓老师又回来了，仓老师你好。好，没有课的大学生，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握这段幸福的时光啦。因为一旦出社会就很难没有课了，你每天几乎放假就是休息，不然就是要上班之类的。所以大家真的还在学的时候，有这种可以偷闲的时候。就是要把握一下这样的时光哦。一回合的苍老师没有没有，我们这一次要尽力的维持苍老师哦。一二三，多消一 combo。一二三，我没有消到吗？奇怪，我这数数是不是也有问题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没问题。平常都在干嘛？剪影片啊，不然在干嘛？剪影片、做影片、发影片，然后一天又过了这样。平常就真的是这样。然后朋友有约的话，可能就会在外面溜达一下，然后又回家了。没什么有趣的人生。大学生都放到228才回去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过太爽了吧！大学生这样是可以的吗？我们是不是要谴责一下大学生？台湾力竞争低落，当美国的人学生都在工作，台湾大学生却在睡觉，你们觉得这样子台湾经济会好吗？真的是，大学生要动起来啊！三月开学哦，其实也快了，228就明天嘛，所以三月开学好像也快了。一日大学生，终身大学生，这句话怎么有飘出一种淡淡的哀伤啊？终身大学生是什么？一辈子延毕吗？终身大学生。今天第一堂课老师是正妹，天哪！你们那边还有空间吗？我想要去，旁听一下。好，继续来转租。我们最优质的，我们的直播台这么优质。对，81天后要会考哇！那真的加油，各位加油！美国小学三年级都会讲英文，台湾对啊。反观台湾，真的台湾人要努力，好不好？我们一起打拼更好的未来，一起让经济复苏。好，这就是在座你我的使命，
我们都是身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打拼起来，让台湾再次成为世界强国，好不好？国家的栋梁，对，大家动起来，好不好？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各位手上啊！你各位啊，再不努力一点，连英文都不会讲了。是我的错觉吗？阿红好像有点哭腔，不是，这是叫屎腔。没有啦，不要侮辱屎腔。我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摇滚迷朋友，我很爱摇滚啊。对，我很爱五月天，谢谢你们。好，那来开个爆发吧。2月28教师节，为什么2月28是教师节啊？不是9月多吗？嗯，好，这礼拜的地狱集是什么？是新的地狱集，我还没有去看呢、欸。你可以去官方网站，他们其实有公布那个这礼拜的地狱集是什么，对啊。哦，是928，对啊，是928吧？我记得是许哥是昨天讲228是教师节，228是那个啦，一个需要汲取教训的时间点，对。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所以这一天放假也是。让大家有一个反思的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是什么附加效果消除吗？没有，好，继续打，要六 combo 啊，六 combo 有点难呢。哦，苍老师完蛋了，苍老师是不是早就不见了？好像是这样，没错。我开回来苍老师好了，苍老师。武汉洪流。哦，我刚才到底有没有手销光，我都忘记了。哦，有，好，可以。等一下，各位等一下，等一下，我正在很用心的维持苍老师，好不好？你要黄忠还是冰花？这什么选择？我不是都有了吗？这是什么奇怪的选择？韩秀茶可以放什么队伍？木队都可以放啊，木队都蛮适合的。然后妖娆花梦的系列其实也很适合放。为什么是苍老师？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叫苍老师啊？我这个真的忘记了。可能是某种开车的称呼吧，不然你们自己去 Google， 苍老师会 Google 出来什么东西好了。我真的12点就可以讲这个了，对，所以好，那我们来转一下，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直接转就好了？哦，我猫一直在动，放它走。男孩们的启蒙老师，不错哦，在座各位都同号哦。好，我觉得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我带了照相机之后反而遇不到无数强化盾啊？真的是很厉害的巧合呢。阿红有去抢卫生纸吗？为什么要抢卫生纸？对，你说在座各位都需要吗？哦，不是，最近卫生纸涨价了，我好像有看到这个则消息。哦，各位有抢到吗？毕竟是在座各位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敢这么笃定的说这句话吗？因为我看了一下后台分析，
有 97% 都是男生啊。哇，这个频道真的是阳刚味很重欸，都是汗味。我看一下水珠是什么，减伤是不是？哇，那我怎么回血啊？下一关是不是有仙宫？我看一下，这第几关啊？打一打聊天一下，很快的就过去了。下一关没有仙宫，哎，有仙宫哎，图集哎，怎么办？这边要回血，完蛋了，我只能开这个，然后看一下天将有没有木珠给我啊。还是其实我在这边稍微的洗一下技能就好了。哦，有欸 ，lucky。好。什么突击45000？不会遇到了，欸，没有遇到欸。好，1、2、3、4，记得要消到光珠，让我们苍老师继续活耀下去。帽子都买几种啊？每一种我都觉得很好看。我买了4种左右吧。在当兵之前，我是不戴帽子的。当兵之后，我染上了这个特别的小习惯。当兵使人成长，好不好？好。啊，不能小火猪哦，太过分了吧。哦哦，这火珠是不是他进销什么就会比较能够天降什么啊？刚才那头火珠真的吓死我啊！到了奥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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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了，奥丁来让你的转珠变困难咯。快20万订阅了，到时候脱帽子吧。20万哦，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啊。20万再认真想想看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吧。脱帽子这件事情应该在20万之前就可以达成吧。20万感觉还有一段距离耶。好，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了呢？遇到困难也别忘了抬头看看苍井之空。欸，真的耶，我的观众都好有文学素养哦，怎么办？这一台太气质了吧！就是欸，这边都是书香的气息欸，各位有发现吗？哇，好香，好香，各位好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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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苍老师没了，对啊，因为你一定要断掉的，因为你这边不能手消光珠啊。不然你这边消不到光珠啊，所以你苍老师一定要断，只是断在刚刚那边跟这边，你选一个，那其实都没差，反正这边再开怀就好了。好，接着开爆发。哎，要开哪个好？我想想看，下一关到底是什么啊？下一关是两秒转珠什么的，那我开这个好了。小心英雄啊！哎，不对，不能开苍老师哎，我们应该下关再开的。我到底在做什么？好，没差。我快疯掉了，老司机载我，苍老师不见啦，苍老师又变一回合真伤了，怎么办？有点伤心。没关系，我们耐心等候，仔细寻找，感觉很重要，所以我们再等一下苍老师，他现在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啦，我们让他有感觉一点。他到时候就会再次回归了，好不好？大家要相信苍老师啊！哎，下一关是不是仙宫？下一关有仙宫吗？我们嘛打这个轮回就是要看下一关有没有仙宫，不然你就会被搞死，好不好？我们步步为营，步步为营，营啊，对，营，错别字，营。哎呦，天降新珠也太好了，感觉他这一次就是要让我通关的感觉，那个天降整个很帮我哎，不能消木珠，好，那不要消木珠，哦，
什么？我聊天室刚刚不是书香气息吗？现在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回事啊？现在到底在干嘛？家里没大人了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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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木珠，拜托。木珠要越多了啦，怎么办？没有，我们在洗苍老师啦，大家误会了，应该是吧？苍老师需要回归，需要一个舞台给他回归。不对不对，吓到木珠了，怎么办？我会死吗？哎呦，我怎么每次都被连击啊？太扯了。没事没事。苍老师嫁人了，哇！哎，他要更新了啦，真可惜。我们开苍老师好吧？等一下下一关，不对，这边不能开，你开了又完蛋，苍老师又变一回合真伤。下一关好像，下关好像是附加效果消除，所以我们苍老师等一下再回归。虽然他跳了，很兴奋的跳了起来，但我们跟他讲说，等一下，对，不要急，拜托。好，我们开这个，应该可以过吧？哎呦，好痛哦！降起来！这台很书香气息啊，没有听过书中自有颜如玉吗？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今天就变成什么？书中自有苍老师，对不对？很符合时事吧？这个，我觉得这个直播的标题下的不好，应该要下书中自有苍老师。到底是买了什么书啊？这个书是可以借一下吗？好，我们开苍老师。好，嗨，书中自有颜如玉。又在错别字了，大家真的是国文没有认真是不是？有些真的是错别字呢。好，这个时候照相机是不是可以开啊？所有符石转换成强化符石，所以原本是强化珠的会转强化珠吗？算了，我直接打好了。我觉得这边好像没有必要开爆发。完蛋了！严老师，不是，老师又不见了，我忘记校康出了，好友好烦哦！一定是一直讲干话的原因，害我的注意力都没有集中。苍老师是男的啦，对啊，我们苍老师是这个苍老师，不是那个苍老师啊！各位没有发现吗？我们，对啊，我们就是这个苍老师啊！嗨。不行，我们下一次再遇到苍老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让他变得更好。好，认真转了，各位，我们认真了，我们不开玩笑了，好不好？刚刚的转珠都是一场笑话，现在才真的开始，可以吗？好，开这个。我都没有苍老师，哇，真的帮你 QQ 欸，那你都怎么度过人生比较寂寞的一些阶段呢？我是说，如果大家如果感到很孤单很寂寞的话，别忘了还有神魔之塔这款游戏在陪着大家。神魔之塔永远是你们最厉害的靠山，最后的靠山。老板太多了，谢谢你的老板，我下次去你的店请你吃饭好了，这样讲有点怪怪的，但是谢谢你啦，谢谢老板，真的太多了，谢谢老板，好，老板的店我觉得我可以来宣传一下欸，等一下老板的店的地址在哪里啊？我找一下给各位啊，你各位啊，平常寂寞空虚觉得冷的时候，就可以去老板的店里面吃东西。好不好？真的很好吃欸，不开玩笑。
我上次去吃整个惊艳到，都平常吃的东西都是比较不好啊，我们家附近只有便利商店啊，一起吃我吓到人间美味，我真的是快吓死了。好，等一下，等一下，有人知道那个吗？老板的店是哪？我要贴名字给你们了，在哪里？哦，有欸，好欸，老板就可以 po 了欸，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捧场一下。好，我们继续来转出欸，等一下，哦对，可以继续转。工作好多哦，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吼，好。欸，我们没有开苍老师吗？有啊，苍老师。好。深红千回百香阴，车流凌晨一过红车标，我只看得懂这句。那是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就是头文字 D， 头文字红，飙车就是我的工作，我人生因飙车而完美。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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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老司机载载我。你们有听过那首歌吗？老司机的歌，我之后把它设为台歌好了。我每次开台之前都来唱一下这个好了。老司机载载我啊，完了，怎么办？好像笑不到光珠了。Oh my gosh， 完了！但是我只要会斜转，我就 OK。哦，好好好，该有一个那个方向盘抓不稳的感觉，但我抓回来了，真的转珠有点乱流了。好，来，哎，认真转，认真转，认真转，来来，好，什么4万5就可以睡了？不要这样，当个朋友。玩这个关卡心很累。老司机在这，我第一次的时候看笑翻。我也觉得很棒啊，那首歌好不好？大家有兴趣，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可以去听听看。哇，真的是回到初中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那一部影片那首歌有一种童心的感觉。就是童心的意思是指就是你在小时候听到儿歌的那种感觉，就是哦，天哪，我这是不是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啊的那种感觉？哇，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在迷失自我的时候，或许现实中让你觉得很困难，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听那首歌，好不好？我要死掉了，等一下，不能再讲干话了。好，开这个好了。对啊，我还蛮喜欢那首歌的。耶，带走，接下来易补咯，易补。童心的心是那个心脏的心啦，童心。像我自己也蛮喜欢去那个啊，童玩一，那个宜安童玩节，回到初心的感觉，跟大家一起玩水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突然扯到这个呢？哎，没错，又进入工商的时间啦，没有啦，也太早了吧？暑假的事情现在就工商啊，依然童玩节没有赞助任何费用，只是单纯我很喜欢去玩而已，好不好？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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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谢谢各位的打气，现在好多了，好不好？哎，完蛋了，觉得很尴尬，这是对的回复能力到底够不够啊？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好。如果这边连一补盾都过不去，我就会很尴尬。哦，有天降，这星珠也太夸张了吧！天降多两组星珠，这就是要让我过啦、啊！连老天爷都要让我过了、欸，他为什么偷打我？你为什么偷打我？哪个还偷打我？太可恶了！跳进英雄啊！全开，全开！
苍老师就不用开了，有开过了。好，啊，星座好多、哦，太扯了吧！过来，过来，你说好听，我要订阅你，谢谢你，双口 AA， 你好，谢谢你。昨天小许在玩 Google 小姐的破音，你可以去听听看，我有听过啊，就是他说瘦死的时候，他就会破音。不用去听什么 Google 小姐啦，我这边直接破音给你听啦，瘦死，好牺牲哦，天哪、啊，这台太牺牲了。大家耳朵还好吧？刚才那个是不是爆音了？就你输入酱汁 source 的时候 ，Google 小姐就会莫名的破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什么四万五？少在那边四万五哦，阿红，我不是是不是太晚了？现在的确有点晚了，但我的直播也刚开而已，所以你不会太晚。哎、欸，是不是什么四万五？啊，怎么可能遇到？都我朋友啊，轮回都我朋友。降起来，降起来。下一关有先攻，所以这边可能还是先回血一下比较好。三十三来了来了，好，哎、欸，你看这边是不是马上就来一个先攻？不开玩笑，这时候亚瑟再开下去，有了。然后我们苍老师又不见了，苍老师，老师，老师不见了，哎、欸，哇，这天降，不啰嗦，直接带走，三十四关，我们等一下再开老师好了。对啊，我们那边先打。哎、欸，感谢 RC 的150块斗内，我觉得对啊，每条每个人自己走的路很重要嘛，对啊，所以我现在也在认真走自己的路，对，好，就这样，是不能消木珠这边。我们在走自己的路，而且我们走的路这一条，我们一路上都在飙车。现在超过十二点了，所以我们飙更快，好不好？有兴趣一起飙车的朋友，哎，现在聊天室一起嗨起来！木桩太多吧，木桩怎么办？现在？开个龙科好了，我觉得，不然我要死掉了。我后悔开龙科了，对不起。No， 没有龙科保佑我了啦。没关系，我相信。接下来一路都可以很顺利的。お願いします。拜托了，顺利顺利一点，有点尴尬，好尴尬啊！现在三十五关，什么时候来马来西亚哦？不一定哎、欸。如果说是自己去玩的话，真的不一定。可是如果官方的话，应该。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排那个计划吧，接下来把那个挤掉。打开苍老师的开关了，我现在打开苍老师的开关了。哎、欸，对哦，不能开，怎么办？好，没关系，我们先打。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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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有了。说等亚瑟会比较好啊！一、二、三，欸、对，要等亚瑟、欸，哎，好恐怖哦，差点。三、四、五，快点打过去啦！拜托啦！哒哒哒哒哒哒，一、二、三、四，四 combo， OK， 这样就过去了，没问题。哦，嘎嘎，好，接下来把它挤掉。
睡觉的晚安喽。敲桌子的声音好大，对吧？毕竟要敲龙科嘛。哎、欸，急掉了，急掉了，急掉了。好，没问题。起吧，大 combo。标题也太感性了，对啊。说实话，应该要改个标题，对不对？我的标题是什么？希望我们都是那个当初的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回到我们还在飙车的时候的那个我们。嗨，光珠好像没有变诶、欸。其实这都要看手消光，很简单，你只要盯着光珠看就好了，看它变成什么。嗯，就是这样。哎、欸，等一下下关是不是又有仙宫啊？我又被打了。哦，没事，下关没事。好，我们现在把它给带走好了。我到底要不要洗技能啊？我们来洗个技能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还蛮有空的。隔音设备好吗？有被邻居警告过吗？这一层楼，我住的这一层楼，只有住我一个人啊，超边缘的，根本没有邻居啊，没有邻居。没有邻居可以检举我，你知道吗？想被检举还没有办法。啊，死掉了，好吧，37关。阿红永远都是我们老司机，谢谢你们。啊，他有骷髅头哎、欸！开只狗亚瑟。每烧一次。我的心也跟着烧一次。是不是应该带走他？哎，苍老师，苍老师怎么不见了？谁带他走的？苍老师，谁带苍老师走的？斜转，斜转，好。哦、oh, ，好烧啊！差点就死人了。我觉得我应该开一个爆发，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木珠是回血吗？水火木，这好像烧不到哎、欸，烧得到木珠吗？怎么办？救我！我上次是不是就在这边死掉的？我之前是不是就在这边死掉的？消除水的时候会减伤，那减伤一下好了，至少没有回血，我们减个伤。感谢 Cindy 的300块斗内，谢谢你永远的支持，谢谢你。好，继续来打。哎，有亚瑟轻松很多哎。OK，我们应该不应该再退缩了？我们要来带走他了，是吧？来咯，就不要给我更新哦，我真的会气死哦。有啦，哇！天降新珠，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哎、欸，这真的不错哎、欸，他一直天降帮我哎、欸，太好了。啊哦，好。哇，这个又是比较轻松的敌人哎、欸。难道真的要过了吗？有去过罗登夜市吗？有啊。不是有一首歌叫做你如果来台东，你一定要做的几件事情，里面好像就有唱到罗东夜市吧？是吗？有吗？我都忘记了。在哪里倒下就要在哪里干话，我在这里干话。好，哎、欸，终于来到了39耶！啊啊，不
小狗消除了，这都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结果，可恶！苍老师又再度的不见了，这个关卡到底是多恨苍老师啊？苍老师已经不见好久了哦，在依然，我讲错了是不是？好，尴尬，没问题。现在只感到的只有尴尬。哎，他打人好痛哦！看亚瑟，你拿来担当，是不是这样唱？厉害吧？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帮罗东夜市写一首歌。你们若来，你们如果来罗东夜市，会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我直接帮那个乐坛注入一个新的想法，好不好？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努力的方向。好。左下方的图案好可爱，左下方哦，亚瑟哎，很白的亚瑟，这是什么啊？消除等同的水珠以及木珠，好，先开苍老师好了。五害从流，五害从流。啊，打好低哦！天哪，水珠、木珠，好，右下更可爱哇！真会讲话，右下更可爱，真的我也这么觉得呢，好巧哦，真的好巧哦，水木各一组，好，来叠个珠。哎，好棒哦！这天降，哦，天降十一了，耶，带走了。好，我看一下下一关要开什么。哦，好，我们这边直接开爆发吧。什么又下引人犯罪？想干嘛？想干嘛？聊天室开始母汤，逐渐母汤了，开爆发。谢谢阿秀的300块斗内，很少看情况。阿红是我第一个斗内的，也会一直支持加油。谢谢你，阿秀，谢谢大家的鼓励，很感动。好，那来吧。好，剩下四颗冻结珠珠，应该还好吧？这个回合不够吧？我觉得应该够了。41关喽，各位，41关，41关，好，没有行珠了，好，可以，不对，要手消全部光，差点又忘记，下一关是不是先攻？我忘记看了。没有，有突击，等一下，哦，好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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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突击打1000多而已，吓死我，哦，没事，没事，好，吓死我了，我看一下啊，哦，这也还好，啊，怎么有骷髅？过来打他，打回去，竟然敢欺负我！越玩越嗨吗？我不知道，大家有嗨吗？让我听到聊天室的声音。更新了，好，下一关是什么？直接转好了。
十万的答案是左下方的木的基线哦。好，大家还没有填那个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等一下，哇，是不是要死了？嗯，汤奥哥哥，哦，哎呦，哦哦哦，哈、啊啊，我过来了，各位有跟着过来吗？我差点死掉了，吓死我了，天哪，好险好险。OK， 这边好像没办法维持苍老师了啦，没有办法再管苍老师了。哇，这个回血很难耶。怎么办？现在？打多少？一万四，我要回一万，有办法吗？各位觉得我有办法吗？相机，我也觉得开相机好了，让心变成心强化，至少救一下。有有有有有！哇，这边好像又更惨。没办法哎，这边我觉得没过就是命了，好不好？尽力了啦。才一回合啊，一开始是不是能用技能挤掉？对啊，可是我刚才亚瑟没有跳啊，挤不掉，要四个才行。怎么这么想要带仓啊？不带仓那个平砍会很惨呢、欸？还是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没有建议的话，我再打一次哦。打了好几次都没有通关呢、欸，睡觉的晚安喽。有没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这一次，龙哥前面没有用，应该是可以吧？对啊，哎，开太快了。亚瑟是男孩女？女吧？是吗？跑马灯。嗯，哦，原来我一直没有开这个。好，OK， 我们再打一次好了。我先喝个水。亚瑟是女的，对吧？睡觉的晚安喽。用本多拿来代替照相机，我们用照相机过啦，不是，我们用本多过啦，其实本多就会在前面被打死，然后又遇到那个无鼠强化，这是两个重大的抉择，到底要选哪一边这样子。我还是学本多好了，我们这是本多再打一次试试看，很多。本多在哪？这好。
亚瑟是女的，官方设定她好像是女的吧？我记得是这样。好，接下来亚瑟，噔噔，龙科带这个可以转新珠的，我们去打打看轮回。睡觉的晚安喽，各位。叶罗先去忙，没有问题的。第一关，嘿，最好是先打死一只啦。第一关怎么会舔脚是怎么回事？会想试试看玛雅吗？玛雅应该还好，但我比较想要试这一对。这一对跟那个孙策，我自己是比较想试的啊。我是不是应该洗个技能啊？我们现在前面洗个技能好了。亚瑟从以前就是女的。对啊，一直以来她都是女的啊。洗个技能，先下的晚安，能用蔬菜队吗？蔬菜队我记得也有人通关过了，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影片。虽然说亚瑟也有人通关过了、啊、但是我们一直没通关就是很不爽，所以我今天要来试那个亚瑟队通关看看。除了神魔娇娃，最近有拍什么新题材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近期是没有啦。不过在更远期一点，远期只是在更久之后，会有一个企划，长期企划要走。我觉得今年我对自己的目标，那个自己想做的事情设定还蛮多的。对，我今天觉得今年对我而言又会是一个忙碌的一年。我要开这个了，再开苍老师。我已经记到哪边要开苍老师了，已经打到，就是已经很熟，熟到我哪边要开苍老师了，我都知道。之后应该会录一个影片跟大家讲说，今年我自己的目标吧。嗯，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在直播上面可以简单一两句话就讲完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先不回复这样的问题好了。会多拍点 vlog 吗？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这么害羞的人，走在路上在拍 vlog 只会被当成是个怪人，直接被警察押走。一二三四，等你的影片，谢谢 Cindy。一二三四，好，四 combo。没有苍老师可以带谁？我觉得苍老师还蛮重要的，不然这对平砍好像有点弱。有带那个可以带另外一个回复力减少 50% 的，但是攻击力有增加的那个家伙，可是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那个是勉强可以带啊，但是我建议是不要，因为其实这个关卡很看那个回复力。然后这个关卡其实都是需要回复力会比较好，所以叫你去拍的时候记得穿裤子啊！真的没有穿，有穿裤子的话我就没办法讲干话了。所以现在我就是不能说，等下又要被警察抓走了，好不好？所以我现在下面凉凉的，很正常，因为冬天嘛。好，接下来。这一关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因为有继承到刚刚的那个人类共鸣。我觉得讨伐战近期感觉都差不多哎，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那个新奇的感觉，感觉只要队伍对了，好像怎样，就是剩下就是耐心的问题，看谁刷的比较多场，就这样。对啊，我觉得讨伐战如果之后也再出
那个比较多的变化，我觉得才比较值得开直播。所以像我觉得现在没什么那个讨伐战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我觉得却越打越无聊，而且还要等别人开房，我就觉得好无聊哦，就很无聊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就不想要开讨伐战的直播。董卓可以放进什么队伍里面？你可以去我第二频道看，我刚刚有新增那个一个测试伤害的影片，可以去看一下。开房怎么都听到关键字啊？怎么可以这么容这么在茫茫大海的文字中寻找到自己想要听的话？怎么有这种能力啊？太厉害了吧！我抢了一长串，结果你只听到开房，厉害 ，Cindy 果然厉害。那个干姐的力量就是不一样。平常我在看台是。知道想讲什么，知道我平常都想讲什么，太厉害了！没有卫生纸就喷在亚瑟嘴上，不要这样讲，我等下要被警察抓走了啦！大家那个冷静一下好不好？不要一言不合就开车。等一下，好，我看一下啊，好像要开爆发刃了，我来开个这个。哎，耶稣不能开，尴尬！我那边先洗一盒技能。啊，尴尬！我们的苍老师又要不见了，一盒真伤，没关系，等下技能会回复，应该还好。好，就这样，没事没事，应该 OK。九，十。不然亚瑟脸上白白是什么？美乃滋啊，他在做蛋糕啊，不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吗？欸，大家是不是有误会啊？我们亚瑟就是一个小少女啊，她只是想要送给她心中她那个认为她最重要的人，送她一个蛋糕，然后却要被你们说成白白的东西，大家真的不要误会了，好不好？我们这边就直接来解释清楚，她脸上白白的东西就是大家所想的那个，没有错，好不好？然后直接进警局，我就被押到警局去了。没有啦，没有啦，我只是把他的脸打得比较亮一点而已啦，千万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哦，好不好？好，苍老师可以开。武汉重游。好，来。哎，不对，这样好了。好。按住好多、哦，怎么办？啊，过去了，太好了。好，没事没事，好。今天是不是偶尔会爆音？那我远一点好了，因为好像会爆音的话，那我就把它放远一点。会爆音的话要跟我讲，不然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回去看直播的时候，发现哎，这家伙怎么一直都在爆音啊？真的气死我了！我自己看了也会生气，所以大家有发现爆音就跟我讲好不好？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对得起大家的耳朵。好，为什么放本多？本多帅啊！本多这么帅，不放他可以吗？好，来到了第十四关，引擎声太大声了，砰砰，还好吧？也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么大声而已。哎呦，苍老师，苍老师要手敲光珠，大家要记得，好不好？疼爱苍老师，从你我做起。啊！
我没有发现到那边有风化腐蚀，太糟糕了。打妹，好惨哦！等一下，苍老师，对不起。哎、欸，坏了坏了坏了，苍老师坏了！来来来来，武黑丛林，苍老师这边请。没事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各位。亚瑟跟苍老师会选哪一个？当然是苍老师啊！苍老师，老司机了、欸。亚瑟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的感觉啊，对不对？那、啊、当然是选老司机啊，跟我的痛调比较合。降起来，降起来！哦哦哦哦，我真的降起来了，好棒哦！降到九 combo 了，哇、哦，太爽了，太好了！接下来开所有爆发吧。好，把所有爆发给你开下去。跳进英雄啊！噔噔噔噔噔！单纯才有污染的价值啊！我讲什么？这么大庭广众的开车是可以的吗？哎，怎么办？好。整个全体攻击，带走他们！今天车开得好快，对啊，聊天室跟真的是很厉害呢。胖娇，我爱你，谢谢你，星爷。哎，哦，还好还好。保险，我开个亚瑟。没有问题，来到十八关，突击 ，OK， 哇，真的还遇到突击了呀！哦，好险，我刚有补血，不然这边就完蛋了。这里的话呢，要手消掉，哎，光珠是哪一个啊？木珠吗？嗯，是木竹，好。好，没问题。然后我戴过牙套吗？我没有戴过牙套、欸，哎，从小到大没有戴过牙套，我觉得还蛮运气蛮好的。听说戴牙套真的超麻烦的，没有太，我现在没有，我没有戴过牙套，然后牙齿又长得还可以看，我就觉得哦，好幸运哦。有戴牙套的大家真的辛苦哎、欸。噔噔噔噔！哎、欸、哎、欸，跟了，就是一定要跟就对了。好，没关系。哟，红哥好啊 ，Hello， 阿红声音好好听，谢谢你。明天不上课，看哦，看到天亮。哇，不上课吗？也太好了吧！好好，一起来通关一下。阿红这个没有什么缺点，就是干话太多。干话是缺点吗？我自己觉得是优点啦。好，噔噔噔噔。阿红，刚有看到我的笑话吗？没有哎、欸，你的笑话是什么？你的笑话是什么？我真的没看到。死にませ。哎、欸，这怎么那么好啊？他打多少？八千多，他很好哎、欸，他一直让我可以消掉光珠，吧？对对，手消掉光珠，人也太好了吧？这样我们就有真伤了呀。
好。阿文红的专长是开车吗？偶尔开，偶尔开，小开小开。好，哎，这样这个。跳进英雄啊！差不多了。好。唐老师在这边注定是要消失的了，因为根本消不到那光珠。明天翘课看实况啊、欸！不要翘课啊，各位。好。啊！史上最低 combo。三康某，等一下下关有先攻，下关没有先攻。好，那我这边先，哎、欸，先不要看苍老师，对，等一下苍老师会技能重置，这边先把他带走就好了。自动放到三月一号，哇，好猛哦！也放太久了吧？哦，我超爱你啦，谢谢你。哎、欸、哎、欸，他哎、欸，还没死啊，太扯了。明天星期三放假，明天星期三放假，星期三放假哦。OK， 祝你放假愉快。星期三为什么放假？二二八。哦，对，二二八哎，哇，祝大家二二八愉快。我打差不多一半 ，OK。苍老师要不要开啊？不要开。对，我怎么一直在重复苍老师要不要开啊？你们就知道我多喜欢苍老师了吧？常常惦记他。受爱阿红的影响到聊天室秩序，阿红是我的。ban 他哦，没有了。哇，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你们，这几天真的是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啊。谢谢大家的爱意，我都有常常好好的收起来，用瓶子装，好不好？用瓶子把大家的心意慢慢的累积。我心中有一个小瓶子，每一个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收起来。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啊，这、就是一个瓶中性的概念。好。你们又在凑别字了，哎、欸，更新，下一关是不是一讲干话就会更新啊？我天啊，为什么要他更新？睡觉了吗？什么加冕的味道啊？什么东西啊？啊！我忘记关他了，糟糕！苍老师是可以开，可是我最重要的忘记关了。啊！忘记了，糟糕！不过好险，没关系，后面应该是可以用回来吧。一万多，打一万多还是有点小压力的，对不对？哦，好，怎么办？现在开个爆发吗？好像不太好。哇，忍一下，忍一下。哎哎哎！这是会让那种让你在关键时刻傻掉的人呢、欸，哈，
我觉得我自己私底下是这队好了。啊、哦，不行啊，直播上面也只是飙车啊，这样就没办法打啦、啊，你们知道吗？飙车讲干话就会更新，然后就没办法过，好不好？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啦，我们打了两三场了吧？我觉得我今天体力差不多了。哎、欸，感谢花生酱，他说他要借账号，谢谢花生酱。那我觉得我今天差不多啦，我今天原本想出来只是想要开一下下子，跟大家聊聊天而已，然后打通关轮回是顺便的啦，没有通关就算了。好啦，那今天超播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下次开直播应该是会这个礼拜的第一集，跟大家再次的见面。所以在那之前呢，我会录一些影片给大家看，那请大家敬请期待明天的影片。对，好，就这样子，不是，敬请期待每天的影片。好啦，大家有些还没上车，好吧，自己搜寻苍老师，自己也可以上车，自己来，好，不一定要别人协助你，你也可以自己来，自己来也会有点小小的乐趣，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的兴趣大不同，好不好？各有风味。好，那不是讲什么？好，哎、欸，我们要讲的应该是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那现在真的是好多了，对，所以谢谢大家，那也让大家看看。并没有被一些负面的情绪给击倒，现在还开在这边开直播，然后跟大家继续散播一些很正面很欢乐的事情给大家。对，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直播的话，不要忘了现在点点以及旁边的小铃铛，下次一有新的直播以及新的影片的话，就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关于更多一些创作的话，可以到我的第二频道，我第二频道，对，大家也可以去按个订阅跟小铃铛，那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创作啦。那我们就这个礼拜五的直播再见咯，谢谢大家，感谢老板，感谢老板，谢谢你。我们应该近期就会去你那边吃个晚餐之类的，对，到时候再见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咯，拜拜。